第一，特区政府会正式撤回条例草案，完全释除市民的疑虑。保安局局长会在立法会复会后，按议事规则动议撤回条例草案。第二，我们会全力支持监警会的工作。除了邀请海外专家，我已委任两位新成员加入监警会，他们是余黎清平女士和林定国资深大律师。我向大家承诺，政府会认真跟进监警会日后提交的报告建议。第三，由今个月开始，我和所有司局长会走入社区和市民对话，等社会各个阶层、不同政治立场、不同背景的人士透过对话平台，将种种的不满直接讲出来，一起去探讨解决方法。第四，我会邀请社会领袖、专家和学者就社会深层次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和检讨，向政府提出建议。